要过年喽，今天我走拉起去赶场，把老子婆引进去，在拉起赶会儿场，然后顺便买点过年的衣裳，就过年了。我给我拿到一条纸，先我毛纸给你弄一下。好了。哎呦钱呢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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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剪掉的，要谁送过嘛？上厕所的。没有，你的反应。不想剩呀。妈妈剪。要短的，要上厕所才方便。妈妈。要过年喽，我们妈一想新衣裳过年喽。这是奶奶呀。好哦，哎呀，你这好哦。奶奶，说到嘛，奶奶。哎呀，你这生意好好哦，不好哈。我是孙媳妇，是吧？哎呀，很好吧，是不是？啊，那里好得很。嗯。啊，穿一把毛领别敢下，免得伤围巾。老头子，喜不喜欢奶奶？喜欢不？哦，你个看得起我买，我就要。上去来看。哎，但是脸长还可以，哦、红润红润的，他他的皮肤还挺好，他胃口还可以。刚验一上一头噻，一条裤子，一条裤子验一上，哎，哎，有小的嘛？这我还有小点的没得，哎，这我就是最小码子，哎，你去穿啊，哪个穿？我穿哦，那你妈穿你都头，这我就是下号你。我给我老妈买一件衣裳，最送。这种版型的，你不要看到这个穿件实惠点了，他就它软和点，这穿的更软和。两件，你这个有地方是的，反正看着。哎，弄起嘛，就在那弄个弄。哪弄了嘞？哪了嘞？把事情签的，非得有镜子，没干嘛？穿的到天津来，非得回来看谁穿。零点是打个衣裳，零点是都不穿。这几天的，三回来是压不着，忘记买了。哎呀，可以。那红的打事情就是说要谁意思说，这个穿的可洋气了。可以，好看得很。可以不嘛？洋气。可以不，王子姐？就要这一套啊！啊，这随便逛会儿就好像肚皮整饿了，要先找个地方把肚皮这问题解决了都。亚楠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包子，你要吃包子。那是包子手里面来。好吃吧，亚楠？好吃。那是不吃得住不？我是在做到啊。记得啊。嗯。吃碗面，再吃两个包子。对，差不多了。老子婆吃包没有？我要打包。要打包啊？打包。我丫头是要打包包子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。老子婆，你不请我吃喽？哦，我又不进，来吧，那你牵竹子进去哈，快点牵进去，里头。干了，快上到车子。谢谢。谢谢。
来了吗？好。哎呀，这还洗洗哦，洗衣裳都买就换喽。那就剩一件了，我说的，你算肯定。哎呀，这个这件衣裳就挑着跟这个人儿牛的。那说只有一件了，但是个钩子还有情。想不想一想你们？你下给爸爸的时候是不是穿这种衣裳了吗？哎呀，那是当年那件要没有穿过，后日摔了。还可以的嘛，这个有的。你就穿的那个新生裤了嘛，那个厚的。